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哥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有喜欢我频道的朋友，麻烦点个关注、订阅支持一下，谢谢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店群付费那些事情吧。今年以来，就是2020年以来，很多朋友都跟小胖哥反映过说。不管是淘宝店群也好，拼多多店群也好，包括京东店群也好，普遍反映说不好做。为什么不好做呢？第一就是上了产品没有流量，第二就是上了没有流量之后就没有销量，就是它是息息相关的。那么小胖哥在这里分享一下，就是。2020年的电商大概需要怎么做？之前我们也聊了很多了，今天我们再聊一下。首先我先聊一下，就是我这边有一个客户，我从去年帮他代开了一些店铺，可能下了有几十家专营店，到今年的拼购店也下了几十家，就是他这边是怎么样操作的？我分享一下，他基本上。开完一个店，基本上一个月就能把店铺给起来了，就可以做起来了。他是通过付费推广去做的，通过付费推广去做，他一般就只做像京东，他只做了海投跟快车，就是海投可以前店投产品。像我们做这个无货源，它非常有优势，因为我们产品链接非常多。产品链接非常多，就特别适合做这个海投，开这个付费推广。那么很多朋友，一听，小胖哥你说要做付费推广，那我不做行不行？做付费推广会不会很费钱？我看了一下，像这种付费推广，你如果能做到1:3，就基本上可以。做，为什么说会做到1:3就可以开始做呢？1:3就是投100块钱可以卖300块钱，这样的话你基本上不亏，而且后期他会给你带动一些像店铺搜索的自然流量，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店铺如果说有销量了之后呢，对吧？你就。后期你就有销量，你就可以再获得更多的一些那个自然的免费流量。因为如果像不管什么平台，淘宝也好，拼多多也好，京东也好，他认为你好的店铺一定是会更好，认为你这个卖的产品一定会给你更多的流量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去刷销量的原因。那我们自然卖的就更好。那这个是要开始做付费推广的。一个原因，因为我们做无货源商家啊，我前面说了非常有优势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不管是正规商家也好，正规商家也很多商家在做这一块的广告，做这一块的付费推广。那如果说我们无货源商家去做，会不会更有优势呢？肯定会，因为像。正常在淘宝、拼多多、京东这3个平台做的无货源商家非常多，每个平台可能有几万家，甚至几十万家，就是做这种无货源的。那么做这种无货源的，他们都不懂得做推广。很多人就是说，他们脑子里面就想，我做无货源就一定是跟无货源一定是不用推广的。以前我们强调的无货源是不用库存、不用推广，但是现在我们。强调了是无货源要做推广，为什么要做推广？就是因为很多无货源的商家不做，我们做了就有机会。比如说，现在做无货源，相对来说大家也觉得说竞争很大，对不对？那竞争很大，10个人里面，对吧？9个人不做推广，你做了推广，那么你是不是优先展示了？就算你出一个流量，出1毛2毛。你出价1块1毛2毛，对吧？那你肯定都比别人有机会，对吧？第一，我们链接多；第二，我们又做了推广，他不做，对吧？那我们肯定比他有机会。那有机会，我们就会比他更容易把货卖出去。所以说，在2020年我采访了很多朋友，
很多朋友都是不做付费推广的。我们这边从去年开始已经开始在研究这个付费推广，不管就是什么平台都开始有在介入这个付费推广。你像淘宝，它你上货的软件可以前店一键直通车就可以直接开，那你像拼多多，它现在也类似于直通车的功能，也有类似于淘宝的那个转展的功能，像京东就是海投快车这一块都可以去做。你只要能做到投1:3，投100卖300，那你就可以去做。所以说今年不管你是在什么平台上做无货源店群的朋友，如果说你觉得说现在比较难了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好了，那你一定要尝试做一下付费推广。付费推广这个一定会是今年的一个小红利。好，这个首先我已经跟大家聊了很多，就是都一定会是今年的小红利，因为我们有测试了，我们这边包括我很多帮他开店的帮我帮他开店的客户都测试了，效果是非常不错的。那如果你在做以上这些平台，在做淘宝、做拼多多、做京东无货源，如果你感觉很迷茫的无货源朋友们，你们可以尝试一下做一下付费推广啊。好了，今天这个付费推广大概就讲到这里了。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，麻烦点个关注啊！如果你打赏我1块钱，我送你一套淘宝无货源教程，价值1998了。如果你打赏199，我可以送你一个会员群入群的资格。会员群马上要涨价了哈，现在是199，马上要涨成299了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拜拜。